看到这一份中国国民党大佬们的声明，郭先生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，但这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？因此我们更担忧的是，如果这些30年来同一批人还在为台湾把关，还有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，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。这群守旧迂腐的中常委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，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，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。郭先生也不会眷恋这个政党。即日起，郭台铭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。神秘礼物，哎，神秘礼物，我说神秘礼物，一顶帽子尔。哎，现在世界上行的帽子是哪回事？补员工的。补员工。真的。哇！看完以后。哇！顺泽公的。顺泽公的。给今天的中秋佳节、啊。多谢。这个哇，台湾的品牌，动心了、啊。台湾品牌，多谢。也正好已经过。会玩点，我再玩点。这正好品牌。啊，来点，来点，你规矩。来，下次管理。多谢，哇。来，看一下。来，一个莫忘初衷，好来，莫忘初衷。好了，好来，忙北极了哈。我们大家这个初衷就是捍卫中华民国，要维护台湾的主权，好、哦，要确保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各种制度，好、哦，来，好、哦，啊，第二哈、哦，上天指路，上天指路，好、哦，上天哦指明路，和国家的人民来行。哦，国家一定要下，哦，做来做努力，哦，你上天指一条上光明的路，我咱行，我咱选择，哦，好来。第三，顺应因缘，哦，啊，一切就是哈、哦，缘生缘灭，啊，所以我们顺着因缘走，这个就是大道，道就是宇宙的能量，道是，哦，是有无相生。无高无雄心，哦，啊，道是我们啊、哦、这个万事万物的啊一个运行的法则，我、哦、所以这德足重要，所以顺应因缘就是顺应德，哦，来，就祝大家阖家平安，阖家都健康，哇，这里好啊，每一位都可以哈。哦哎，来接受我们郭董、哦、他的一个祝福哈、哦，哇，来，神秘礼物，哎，神秘礼物，我说神秘礼物，一顶帽子尔，哎，现在世界上行的帽子是哪回事？补员工的，补员工，真的，看完以后，哇，顺泽公的，哈、哦，顺泽公的。这点，咱来送给郭董哈，啊，祝伊哈，哈，安尼一切拢冠军，哈，哈，顺利嘛，成功嘛，好，啊，我要有嘞，我家己要有嘞，来送，我家己要纪念，哈，啊，今日是要送给郭董哈，所以一定特别为迄个郭董去中华台，还是迄个拜托，信任的有啊，嘟嘟啊，昨天早上人家送来，哇，特别帮郭董留一点，哎啊，对，我当然有两顶，一顶要送给他。我有，哦、对，要带回来，你看，哦，来，哦，啊，这顶帽啊，以前恁大家拢知影嘛，哈、哦，得冠军啊，铁人三项冠军，冠军，哈、哦。